好了，别讲话了。看第七题，题目说的是跟二次函数呢，他问说，别讲话了。他说这个顶点呢跟原点的距离是 k， 请问你 k 在哪个位置？好，这题目先讲一下，你当然先这要干嘛？先针对它做一个配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写 ，y 就等于负四括号 x 平方加二 x 吧，因为负四乘进去刚好就跟它完全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，我要加多少变完全平方？是加一，看前面数字嘛，除以二再平方，对不对？这边加一，那后面怎么办？减一吗？不对，因为一乘以负四是变成减四吧，所以前面减四，后面呢就应该加四，所以答案就变成了负四括号 x 加一的平方再加四，所以我可以知道顶点在哪边，你知道顶点，顶点在 x 加一就在负一的位置，四呢在上面这个地方，然后开口是往下，题目就问这个，这个顶点跟原点的距离是多少？啊，请问你这怎么算？你看吧，这里不是一，这里不是四，所以请问你这个不是斜边吗？所以该怎么画算？用毕氏定理吧。所以这两个平方加就好，等于根号四的平方加一的平方就好。所以答案多少？答案等于根号十七。请问你根号十七大概是多少？几点几啊？四点多吧。所以肯定介于四到五之间嘛。所以答案选 D。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吧。